斗六发展加速前进，斗六争议事战。好，靠一个，靠一个，一定平安，强强对对。郑医师哈，就是咱小青的这个啊，到了菜等了哈，那有很多人的这个回忆跟记忆哦，所以呢，今天呢，我们特别在啊斗六郑医师经过历经过啊多重的这个争取的哈，那能够争取到1,650,000哈，来顺利的整修跟重建哦，那我想这过程当中要感谢很多啊很多人的一个帮忙哈，不只是我们啊陈仲勋哈，我们的董事长哈，带领了董监事的团队哦。那因为呢，斗六郑医师啊，从民国99年哈、被我们云林县列为啊限定的古迹啊，那一直以来哦、大概就没有任何的动作了哈、那到109年以后呢哈、我们才啊真正落实了在整个啊我们斗六郑医师本身的一个规划设计。那这当中呢，透过规划设计以后，我们也顺利的向中央来争取经费哦。那今天呢，整个规划设计完成哈、那我们呢、今天呢、顺利的来开工。我想郑义是它的这个存在哈啊有非常啊重要的这个宗教文化，所以呢我在这里特别感谢哈、那我们陈董事长所带领的团队以及我们的住持啊可以啊非常啊真心而且用心的来哈、把这个地方能够啊极力的争取，也能够顺利的保存下来，我想它就是我们大家共同的一个回忆。非常感谢张一山县长所带领的县府团队以及陈处长的用心，我相信。在我们用心协助之下，在我们存好心、说好话、做好事，我们会跟承包商、会跟规划设计的单位好好的配合，努力的如期如止的把修复工程完成，啊，为以后啊为地方尽一份善尽这个文化的责任，谢谢。透过我们对在地的这个宗教文化宫庙的这个有形文化资产的重视，修复的工程呢，也能够让更多的民众可以了解到，就是宫庙里面不只是一个信仰的场域，它还有很多人文历史代表在地发展的一个过程，以及呢庙里面呈现的这一些工艺、艺术、美学的一个特色。